月来不是白昼是黑，只不过我是说你瞒着我真的做了汉奸。是要醉得清醒又无辜的灌醉现实的世界。提纲没有说大哥，别害怕，大哥在这儿。想抱爱的人，沉沉的睡。安城，卷来的风暴，凶猛，你有皱眉，死了心，痛就没感觉。灰色空间。積極的に治療を施しました。认识他吗？很陌生。那你和明楼先生还有什么关系？这个我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我是他什么人啊？我的秘书，也就是我的二弟阿成，他本身就是重庆政府的人，是军统的王牌特务。这个人必须马上铲除掉。我会让他自食其果。对抗日分子也会重拳出击。这次事件再次证明了明先生对帝国和新政府的忠诚。蓝田科长和明楼先生正在里面谈话，请在外面等一下。我想跟你讨论一下阿成。清本佳人奈何作贼，他罪有应得。刚才的话你都听到了。也许你说的对。我选择不恨，带着平静走远，醒来后也还有长夜。灰色空间，我是谁？记不得心。是谁？我是明台，这附近都是特务，跟我走。紧抱着，不流泪。